如何登记使用 Schoology？ 第一，首先到你的 source 账户 ps.seattleschools.org。 二，请按在左边下选择单项 Schoology Access Course。 第三，复制或贴上或写下 Schoology Access Code 代码。如果你有多过一位学生，你可以晚一点使用加添子女 Add Child 功能，输入其他的代码。四，请按 Sign Up for Schoology LMS 按钮。五，输入代码 Access Code， 然后按选择 Continue。 6，在表格上填写你的名字、有效的电邮地址，同时建立一个密码。7，请按登记 Register。如果你只有一位学生，你已经完成了登记过程。8，要加增更多学生到你的账户，在右上方选择往下箭头。 然后按加学生 Add Child 连接。第九，从 The Source 加入代码 Access Code， 然后按使用代码 Use Code 按钮。10，如果你有更多学生就读西雅图公立学校，重复以上的步骤。 更多有关 Schoology 消息，请浏览校区网站 seattleschools.org/schoology。 有疑问或需要帮助，请发电子邮件到 source support@seattleschools.org。